雪巴嘛，但是你吃的口感是要跟奶底是一模一样的，丝滑。花芒果的钱能买着榴莲，那不有点夸张了。以后研究研究，看有没有那种榴莲的那种酱。给我拿个、拿个勺子。我在小红书上面看一下。这种的吗？可以，给我。把这点快走。这点。估计是咱们刮刀上前面粘的。可以，看。嗯。